Good evening and welcome to tonight's game. I have with me here Trevor Brooking to give us his thoughts. Trevor. 很荣幸为大家解说这场比赛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有些等不及了。哎，这厕所在哪儿？进球场就一直没找到厕所。哎，小李，你帮我在这儿说会儿，我上个厕所啊。球员们都充满了激情啊，似乎谁都不想输掉这场友谊赛。球迷们给这场比赛创造了非常球转移到了另一边，他们在右路占据了很有利的位置，禁区内的防守很稳健。韦德，韦德，球打飞了，这球呼啸而过，在空中击落了几只飞燕之后，飞向了宇宙，冲向了太空。换球吧，托。防守内的韦德，他在找队友接应，有机会传中了，球传到了空当，可以等，这个进球足以被载入史册，他们领先了，比赛打了15分钟，非常有力的射门打向了球门的左侧。这个球会进吗？危险被解除了，他又抢，哦，球进了，双方又打成了平手。他天生的灵敏的门前的嗅觉使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。来看看这个球啊，会不会提升他们的士气，希望能够马上再进一个。传宗接代的危险挡住了这个传中，角球，中间的争夺很激烈，多么不可思议的射门呐！他们夺回了领先的优势，多么漂亮的头球啊！这个射门太美妙了，这是一脚超凡脱俗的射门。坎布拉内西在右路冲刺啊，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高质量的传中，应该能够创造机会。特雷泽盖，怎么样的失误差点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还好后卫及时出现化险为夷，很聪明，直接把球断下，哇，球传过去了，门柱挡住了这个球，后卫们及时弥补了门将的失误，大力远射，球被韦德，韦德没有队友来接应啊，特雷泽盖，他能够创造出机会吗？这脚射门被门将挡出了底线，角球。这是他们今天第一次换人，这个换人的目的应当是要保持住现在的优势。球打中了横梁，机会已经出现了，但射门质量还需提高。这球射门时球的不准，不过这种尝试还是值得鼓励的，要多射门。卡莫拉内西拿球，传球的好机会啊，传过来了，机会，他把球打到了安全地带，很好的传中机会，
球还没丢，位置很好，球传到了空当，他一脚怒射，这个球肯定是门将的了，必须提高传球的质量啊。舍甫琴科拿球，球还在控制之中，非常好的进攻位置，门将目送皮球从左侧出界，一个进球会大大鼓舞他们的士气，球门的范围之内，门将肯定是没机会了。舍甫琴科拿球，传到了空当，这个球会让双方打，哈，球进得太漂亮了，他们让比赛回归了平局，离全场结束只有十分钟了。球击中了右门柱之后弹进了球门，今天他总是找不到射门的感觉。戴维斯，球被断了，防得很漂亮。舍甫琴科，吉瑞斯坦，他能找到射门的空间吗？射门的时机不错，只可惜打偏了。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看到进球，但是现实却离我们的想象有很大的距离。给赞姆罗塔，他得到了控球权，观众席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声，比赛结束了，没有胜利者，比赛是平局。我认为双方的教练